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至六节。우리가육체에있어행하나육체대로싸우지아니하노니우리의싸우는경기는육체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모든이론을파하며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境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我们那样贪恋的。团的特别献诗。네만민매거진으로수고해주신 GCN 방송에감사드립니다GCN 방송感谢为了万民电视周刊辛苦的GCN电视台참석하셨던내용과추천만민교회창립18주년기념예배소식또함께접하셨습니다하계수련회를통해서치료받고通过夏季修炼会得到医治的蒙应允的见证我们一同看到了목자님을통하여서크신영광으로축복으로함께하신아버지앞에这是将所有的一切感谢和荣耀归于父神。네늘우리를사랑으로품어주시고항상푸른초장실마리물가로갈수있도록时常引导我们走青草之地可安歇的水边感谢亲爱的牧者우리정옥분집사님냉방병및발목염자치료되셨고요김종훈집사님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得到医治刚才大家也看到了看到他的腿型是 O 字形的往弯曲的这个腿伸直了非常感谢还有脊椎侧弯症视力恢复还有月经不调得到医治还有拇指外翻症得到医治발가락에또이렇게 발이이렇게뼈가튀어나오는데또수련회이후로또뼈가들어갔죠看到这样通过修炼会呢各种各样的疾病得到了医治김태호집사님50견치료김덕还有肩周炎得到医治膝盖关节炎得到医治왼쪽허벅지햄스트링파열치료간증에도그런말씀하셨지만안아파본사람몰라요라고말씀就像在刚才做见证的人也说了不疼的人呢是没有疼过的人呢是不知道这种疼痛的痛苦그 시간이오래걸리고또오랫동안아파没想得到医治呢世上用医学的方法得到医治呢是需要很长时间但是接受祷告之后呢一次就得到医治这样的感动呢是会更大的우리를사랑으로또이끌어주시고영육간에축복받을도록인도해주신사랑하는목자님感谢亲爱的牧者时常用生命的话语教导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灵肉间得到祝福들어가도록하겠습니다进入今天的主题经文율곡의어머니사임당신씨는우리역사상손에꼽힌리얼的母亲申氏任堂是我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女画家诗人众所周知其母是当今时代贤妻良母的典范尼尔是她第三个儿子施任堂从小时呢就挖掘儿子的天赋激发潜能不断鼓励培养由于李尔天生聪明再加上后天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得他迅速完成了学业所以呢七岁呢就能阅读理解儒家经典书籍四书三经并可以娴熟地作诗写作小小年纪就已具备惊人的实力远远超过了十年二十年的寒窗苦读的大人立国参加了九次国家举办的科举且每次考取进士后来历任多项官职为国家和百姓鞠躬尽瘁如果是为值得别人尊重信赖的母亲或老师那么自然会严厉管教
取旨企图教导他们如何体现良好的精神面貌，过有价值的人生。当然，孩子本性纯良，常受父母训诫，走正道的话呢，不免能青出于蓝胜于蓝。但与其相反，即使生于良善的父母也不一定能领受良好的教育。再者，心地不纯，就算受到良好的教育，也难免走歪路。好比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虽然大家听了同样的教训，但还是出现了像加略犹大一样的门徒，何况是不能与任何父母和老师相比较，是完全良善称义的神。为了人类将耶稣基督差遣到这个地上，当我们顺服基督，受他的训诫的话，那我们的面貌呢，岂不是更加成为完全呢？今天的这正道题目呢，是1993年两周连续复兴盛会的时候，主任牧师见证的话语，主题呢是顺服基督。这些训诫和法度呢，是为让我们过上美妙的人生，带领我们踏上荣美天国的天国百姓之路。我们主的训诫使我们行在善义光里，并引导至效法主和神的永生之路乃至天国。那么不能顺服基督的缘由是什么呢？就是因有肉体的意念。得见神、领悟这份爱的人呢，甘愿顺从神的话语，努力效法神的心。可是心里固然愿意，却因肉体的意念所致，导致无法完全顺从真理。罗马书8:5，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例如，有人做出不讨喜欢的这样的行为，不讨人喜悦的行为呢？首先呢，我们脑海里呢会浮现不喜欢的这个念头，进而呢涌动讨厌的这个肉体的意念。这经上所言，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一样，作为一个随从圣灵的人，若有仇敌，那么会浮现什么怎样的想法呢？那么随从圣灵的人呢，首先呢会通过意念浮现要爱你们的仇敌这句话语。因为从心里传送到意念，所以呢不会先恨人，而是首先呢会浮现要努力爱对方，其后呢会有相符的行为。追牧者的羊群的我们外面的圣徒，是随从灵还是体贴这个肉体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生命。若心里产生困苦或难过的这样的心的话呢，那么就是表示随从肉体感到不安。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的话语，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如同这话语一样。因为有这话语呢在我里面，所以呢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而我的里面体贴圣灵，即体贴父神的旨意，自然我的心里的这圣灵呢就会欢喜，这样的父神也会喜乐喜悦，而且呢赐我们平安和喜乐。如果我们心里面恨谁、论断、定罪，这样的时候，大家的心里是感到幸福、喜乐吗？不是的，在我里面的圣灵会叹息的。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呢，要指在善爱里面，以父神的话语为中心。要顺从神的话语。
那么原来呢，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所以体贴肉体呢，就是与神背道而驰。比如站在身旁的人突然扇了我一个耳光，那么我会做什么样的反应呢？如果大家可以想一想，大家在得到改变之前，身旁的人有人呢突然就是扇了我一耳光，那么以前信神之前，听真理话语之前，那么大家想一想，那时候的大家会是怎样的反应呢？就会立即发火，大声呵斥说，为什么要打我，我做错了什么？反而呢，然后呢还会反手要打回去。肉体的意念是，凭什么我无缘无故挨一个耳光，必须要还回去。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呢，其实若不能克制，就会用行为显出来，这就是情欲的事。直到动手之前呢，是肉体的事，会想为什么我平白无故的挨打。因此呢，心里呢就是不能领到平安，会痛苦。但是真理的神的话语呢是相反的。以前好像小时候，小学时候不知道是小学几年级，跟孩子们在外面玩，有一个孩子呢就是在难为另一个孩子，然后我说不要那样，然后那个孩子的爸爸呢就突然出现，然后一看这个情况，好像是我打了这个孩子，然后那个爸爸呢就是打了我一下，我非常难过，很伤心。回家我就对院长说，我这样劝他，然后呢他爸爸却来打了我一下，然后呢祷告院长说，你挨打可以挨打，但是那时候瞬间呢，我觉得很委屈的这样的心呢也都消失了。如果祷告院长如果那时候呢说谁这样打你，那样的话我会觉得自己会感到更委屈，虽然那时候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瞬间我的心好像是这样的委屈都消失了。就是用善的方法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心里的这些委屈或者是情绪呢会更加平静下来的。如果是追随真理的人，如果要打你，你也去打他，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大家的心里是怎样受主管呢？看到大家的现在的言语行为，圣灵会在我们各自的心里面会说幸福喜乐，还是大家的心里感到幸福喜乐？当然可以想对方为什么打我，但是呢相比呢，相比出于恶的念头，先是想是否是我做错了什么，而后呢圣灵用真理的话语来主管，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体贴圣灵的人呢照圣灵的主管，成就了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这样的心，并以忍让牺牲爱对方的谦卑虚己摆正姿态。所以呢能和仇敌和睦相处，因此这样的人怎能有仇敌呢？在一种情况当中，有人对主任牧师说，谁谁这样行恶，不是我这样告状的，是有谁这样去说。然后主任牧师就说，有多么感谢呢？如果那个人不，唯有那个人，有谁能够就是让我们住宅的人受熬炼呢？然后就想，瞬间我就想啊，是我太饿了。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因此呢，体贴肉体的是不能服神的律法，也不能顺从神。为了顺服基督，当凭借真理之道，彻底破碎肉体的意念。唯有彻底破碎肉体的这些杂念的时候，才能够照着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的话语临到信心，并且呢，凡事都能。虽然我们赞美神、祷告神、圣守主日、奉献献金、传道，可却因肉体的意念犯下了许多不顺从。肉体的意念惹怒神，使神愤怒。诗篇三十七篇四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照此话语。我要以耶和华为乐，正因没有具备以耶和华为乐的信心，怎能成就心里的所求呢？常有肉体意念的人，尽管认为自己努力，可却结不出蒙神喜悦的果子。即便是主仆、长老、劝世工人，若有肉体的意念，就听不进神的话语，觉得台上宣讲的话语呢是与自己无关。神的话语呢，要成为我们心中的一把尺，不能去测量别人，成为刺上对方的剑。若是那样的话，神怎能够喜悦呢？所听的所有的话语呢，要刺入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可却认为和我没有关系，是指向对方的话语。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呢，自然变化会缓慢的，也不能发现自己，也不能彰显痛悔认罪的功效。就因为有这样的意念，即使有信的人，导致不能顺从，从而本应做到的事情，也无法全然成就神的旨意。越是有信的人，如果不拔出肉体的意念，就会成为痛苦的根源。所以作为工人以及肩负职分的人，更应该全然成就所听之道。要带着一颗势必拔出肉体意念的恳切之心，并以哀痛的心聆听话语的时候，神看在我们思慕的心，会赐予离弃肉体意念的这样的恩典。那么看许多圣徒呢，怀着信心竭尽尽忠，恳切呼求，努力向前迈进，但因自我意念难以实现神的意，乃至无法解决个人的问题。所以呢，渴慕行善，有时呢还会感到心灰意冷。那么为何肉体的，那么什么是肉体的意念呢？那么人呢，自从出生，通过五感领受信息，输入大脑中的在脑细胞里，然后呢存在心里。但若不输入脑细胞，存在心里，就会忘记。所谓左耳听右耳出，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若不存在心里呢，即便听了也会遗漏的。具体说明一点的话呢，就是说输入的信息呢，应该一并感受并且存在心里，但若不接受感受的话呢，就不能存在心里。좀더구체적으로설명하면입력된것이느낌으로받아들여서마음에심어야하는데，就是要将输入的这信息呢，应该与这些感受存在心里。若不没有不接受这个感受，是不能存在心里的。那么大家吃过这个班窑吗？全罗道看这个班窑，그잔치는菜没有这个菜的话，就是说不成宴席，是这样的程度。他们呢是非常喜欢吃这个斑鱼的斑窑的。那么没有吃习惯的人呢，一开始呢是不喜欢吃这个斑窑。就是这样的凉拌这个斑窑，就好像是有一种怪怪的味，所以呢很不习惯的人呢是吃不了的，那个味
道呢，就是有点独特。如果只是我泪下过去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放在嘴里面，但是呢，觉得不习惯的人呢，就是也不能吐出来，也不能咽进去，就是很苦恼。좀긴시간속에서암모니아향이올라옵니다경험해보신분들은아실거고经历过的人呢也许会知道또즐겨하시는분은喜欢吃的人呢就是很喜欢吃不喜欢的人呢是吃不下的좋아하시는분은좋아하시는분이에요说阿门的人好像是喜欢吃그걸한번먹고나서다음에이제또먹어볼거냐고그러면안먹겠다고합니다不喜欢吃的人呢就是让他尝一次之后呢让他问他以后还会不会吃那么他就会说不吃的就那种味道呢就是有一种氨气的这个气味那个味道就是自己感受跟没有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有的学生呢，再怎么努力学习，成绩呢也是提不上去。反之，有的学生呢，仅仅看了一遍就能够记在头脑里，学习非常优秀。哪怕是稍微投资一点时间，也能学习好的学生，是因为群落的这个感受呢是不同的。父母或老师、周边人的劝勉或训诫、教导。会和周边环境呢一同输入大脑里，存在心中，把这些存入的信息再次浮现，这就是意念。通过眼睛看到、心里感受的话呢，就能够一同存在大脑的这脑细胞的记忆装置中。如此呢，无论再怎么用眼睛看，若不感受，就不能存在心里。主任牧师呢以前也给我们举例说明过大家也会记得吧那么大家若想见乡下的父母比如说是坐火车去乡下那么在火车里面看到哦看窗外也不知窗外有什么呢是有田呢还是有树还是有什么如果不存在心里的话呢就算是走了那条路但是呢也不能浮现出来自己看到了什么但是看窗外就会要有感受就是说现在是秋天了秋天这些稻谷呢也都成熟了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看然后呢用感受然后存在心里那么就会想起来如果是想要见父母要怎样去面对父母呢或者是父母会给我准备很多的好吃的等等或者是说要见朋友乡下的朋友如果是这样去满脑子都是想这些的话呢那么看即使是眼睛是看窗外但是呢因为没有感受所以呢就不会记得自己看到了什么因为没有存在心里没有装在这个记忆装置中所以呢自己要看着然后还要感受然后呢再才能够存在心里面就是让这些存在心里的这个浮现出来的从这个记忆装置中呢浮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想法那么为什么有的学生呢听课就是听了一个小时的课下课后呢感觉是白白听了一堂课而有的学生呢听了一个小时的课后呢就是全部存在脑海里记得这堂课讲的所有的内容那么那个差异是在哪里呢听课时脑海里都是杂念今天约了朋友希望快点下课或者是说一会儿见了朋友要去打台球怎么打才能够打得好上次是输给朋友了那么我要是这样去打的话呢应该是会得好分数的会能打得好的并且呢在脑海里呢想象着这个打台球的话就是上课的时候就自己脑海里呢都是有这个台球要再打台球然后即使听了这堂课结束后呢又怎么会记得这讲课的内容呢头脑里呢都是见朋友想一会儿玩什么吃什么就是除了
有学习以外就是胡思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算是听了课，上课内容呢也不会刻在心里，即使是眼睛朝着前面，可心不在焉的话，听了再多也感受不到。礼拜时间赞美、听到、祷告也都是这样的，即使是线上赞美，虽然呢嘴唇习惯性的在动在唱，但是呢临不到丝毫的感动。如果听到时带着这个见证的信息是对我说的，带着这样的心真心听讲的话呢，用话语对照我的生活，这样的话就能够发现自己，并且呢一同感受，一同存在心里的话，就会临到恩典。但是听话语的时候，赞美的时候也是会想，那是指着谁说的，这话呢要谁谁谁来听。如果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去听正道的话，自己怎么能够得到改变呢？就算是线上赞美，嘴呢是在跟着歌词在唱在动，但是呢自己的心却在别的地方，就是会想说，那个人的动作怎么会是这样，那个人怎么那么唱呢，引导者怎么会是这样呢？如果是主持带着这样的杂念的话，怎么能够把我们的心一并就是记在这个赞美歌词里面，现在神面前呢？在赞美歌词里面都有着蕴含着我们父神的爱，如果我们能够尽心的献上赞美，那么神就会赐给我们感动，我们的心呢也会很快得到改变的。就算是想迅速的离弃肉体的意念，问题的是在输入在自己里面的这些非真理的太多，在属神的真理和属魔鬼的最黑暗的非真理中呢，非真理是更多，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的这话语一样，受教于非一人之下，所以我们的知识中呢有一两个是真理的话呢，其余的就是非真理，因为义和真理都是从神而来。比如说有人说了冒犯对方的话，论断定罪毁谤，这时世人认为人的义是在遭遇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应该证明自己的清白，不然呢会感到懊恼冤枉。但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不要彼此相争，互相辩论，与人争吵，反要虚己降卑，并且呢要说恒久忍耐，凡事节制，降低自己。正如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不要与恶相争，而且呢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么不让以善以恶，不要就是胜恶，以恶所胜，那么就是应该怎样去做呢？不要以恶的这种情绪来相争，要以善来胜恶。不是一同与恶人呢彼此辩论对抗，而是要照主的教导等候父神所赐的这个时机，并且呢爱仇敌，这才是以善胜恶的方法。如果有人打了我，然后就想赢他，用拳击或跆拳道靠拳头的力量击败他，又或者呢动员父母的这个力量呢取胜，可这种办法呢只会恶上加恶，仇上加仇，丝毫不能解决问题。但以善胜恶的话呢就会顺从合为一体。神的教导有别于世上的知识或老师或父母的教导。比如我的孩子被其同龄的孩子挨了一顿打，然后呢伤害累累的这样回来，那么作为父母的肯定会很伤心。那父母伤心会说什么话呢？你为什么挨打？好一点的父母呢会这么说，
那有一些父母呢会说你也吃三顿饭，你朋友也吃三顿饭，为什么你被挨打？无论怎样，好一点的父母至少呢就是 会这么说，但是呢稍微恶一点的父母会怎么说呢？我真是白生了你，然后呢大声宣泄心里的恶，为什么只会挨打？你没长手吗？你留着力气要用在哪里呀？就是这样发出恶。而在孩子的立场呢，为了不听那样的话，不管怎样呢都会使用暴力要赢对方。如果赢不了，那么孩子就会认为自己是很笨很傻，甚至呢患上抑郁症，要么呢变成一个挥舞暴力的孩子。但神的话语呢告诉我们，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与他同行二里；有人要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不要处处想赢，而是呢要谦让牺牲。如此，我们父母或老师所教的这知识呢，是与神的真理截然不同。大家呢通过主任牧师的教导，在这36年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善和爱，不是以恶相争，唯有以善来胜恶，就算是再怎么恶的人也能够用爱来感动对方，让对方的心融化。我们呢至今呢看到我们牧者的这样的善与爱，所以我们为了效仿牧者，所以呢也是坐在这里。今天我讲的这些话语呢也不是我准备的话语，是主任牧师在1993年度见证的话语。希望我们能够更加成为良善的心，并且让我们能够合一成为一体，让我们能够顺服基督。这就是我们牧者的心，我们现在要更加理解明白我们牧者的教导，牧者的心。愿我们都能够更加合一，变得更加良善。所以呢，自出生后成长，大脑里所存入的那是大部分都是非真理，肉体的意念和我们和这个身上的这个罪性相结合呢，就是肉。照着神说以善胜恶，不为所动，用善心追求和睦的话呢，之后呢神会做工，让对方悔改或回转，不然呢会融化对方的心，成为彼此追求和睦互相服侍的良好关系。可如果按照世上的答案去做的话呢，绝不能亨通顺利。好比众所周知的1+1=2，这就是不变的真理，在属肉上呢也认为这是明确的真理。除了这些以外呢，大部分是非真理，肉体的意念。而这些输入错误的这信息呢，会妨碍我们领受真理。刚才也是说了，世上的人呢，如果说输的话呢，就是傻瓜。父母是这样教导孩子，所以呢，最近的孩子呢，说输了的话呢，就会伤自尊，然后呢，就会灰心。有的时候看世上的孩子呢，甚至呢，就会自杀。但是呢，我们听这里的话语，我们要谦让对方。在真理里面谦让牺牲，所以呢神的方法还有世上的方法是不同的。因为神是真理的神，所以非真理及肉体的意念是无法和神交通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那么神的意和神的意世上的意有什么差异呢？世上呢会学校呢会讲这个进化论，可是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因此呢这些知识呢会妨碍我们遇见神。如此存入我们大脑中的大部分呢都是与圣经不符的。圣经话语里面呢是说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对方的益处。
但是在世上呢，比如说是在公司里面受了批评的一个家长，就是拿酒呢杀气，要么呢回到家里呢就是向妻子或者是子女出气。如此呢非真理呢是不是忍耐，只是求自己的益处，就是因为自己很不高兴，然后呢就向妻子还有儿女出气。这样的行为呢就是求自己利益的这样的人，而且呢在生病难受的时候呢希望别人更加在乎自己，非但不体恤对方的辛苦，反而呢让对方满足自己的各种要求。所以呢自己的意跟神的意呢是不同的。以前在大方洞有住宅的时候，那时候呢是主任牧师还有祷告院长还有我们三个女儿是住在一个房间，那么好像是有谁去洗手间，好像是流鼻血了，留下了这个痕迹。那么之后呢主任牧师呢就是使用卫生间，然后出来之后就是问是谁流了鼻血，然后呢这样说，既然流了鼻血就应该清扫干净后呢出来，不然呢后面进去的人看见的话呢会非常担心，还说这也是让对方担心的事情，也算不得是爱。现在凡人呢都是希望在自己生病难受的时候呢能够有人照料关心自己，认为这样的人所给予的安慰呢就是爱。但神的意呢是让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先求对方的益处。有求你的就给他，强逼你走一里路就与他同行二里。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么大家是像这样的话语一样行真理吗？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吗？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与他同行二里吗？或者是不和自己的想法就远离他，心里呢就不喜欢那个人，有没有这样的样子呢？这些话语呢不是针对别人所说的，要当成是属于自己的话语。像如今这样物质万能的时代，如果是自己想要的，即使是受到法律的惩戒也会说谎。强者呢践踏弱者，不管对方痛苦与否，只求自己的益处。最近呢世上的人世上呢也都是就是强者呢就是践踏弱者，不是以对方为，不是先求对方的益处，首先呢就是看自己的益处，与自己的对自己无益的话呢就是用自己的力量来践踏弱者。但是神的话语呢是说让不要得到服侍，要服侍他人，因为人主张的义和神的义呢是有如此的差异。如果想蒙神的爱进入真正的义中，就要彻底的破碎自己的义。神所愿的成就，神所愿的这信心的义的人是谁呢？是使徒保罗。那么使徒保罗告白，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而且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到八节他也告白，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那么保罗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保罗呢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大树呢是当时叙利亚的一部分，是基利家的首都最大的城市。在这里出生的保罗呢生来就是拥有罗马的民籍，这样说来呢可以
拥有当时政治世界的罗马民籍的话呢，由此得见他的父母呢也是非寻常百姓。大顺呢是盛行希腊罗马文明的城市，而且呢哲学和各种学识呢非常发达，从此呢可以得知保罗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且大树呢是一个融入东方精神和西方思想的城市，使得保罗是当时统治世界的罗马帝国公民，而且呢是便雅悯支派的正统法利赛人，在当时最高教法师加马列门下按照严谨的律法受教，身为正统的犹太教徒领头逼迫基督徒，后来呢请命抓捕居住在现在的大马士革的这个基督徒，去往目的地的途中呢遇见了耶稣基督，通过亲近主的面，保罗彻底领悟自己的过犯，明白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救世主，然后呢从逼迫基督徒的身份呢变成了传播基督教的大使徒。使得保罗并未回到家研究或深思过，曾经呢他是逼迫耶稣的人，反而呢成为见证耶稣的人。这是把一切呢把认识基督的知识当作为至宝，即使是拥有了一切，而且他们在认识耶稣之前呢，他认为对自己有益的一切，认识耶稣之后呢，都把一切呢都当作粪土了。他告白，这肉体的意念都是无用的，离弃了这属肉的一切，用真理来改变这一切，世上的知识还有自己所知道的那一切，只不过是出自于人的这个限度里面。那么保罗呢，他领悟到了这样的事实，知识的开端是在于神，因为他知道真实的神所赐的智慧和知识，所以呢以这些呢为至宝，即使是无知软弱贫穷，如果过得良善公义，那么该有多么美好呢？相信神的话，信神的话，就沿着这样的知识呢，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并且呢能够得到改变，在这地上呢也能够得到祝福。保罗都将一切的归于无，자기가배운것중에서예수그리스도의고상한지식에필요한분야만사용하였던것입니다내가배운지식将万事呢都当作有损的，只是把认识主基督耶稣呢为至宝，接受神的真理的话语，真理合乎真理的他就领受，不合乎真理的呢他就离弃。所以呢我们要更加顺服耶稣基督。使徒保罗他也是告白说，我天天冒死，我们的肉体呢要天天死去，灵要每一天每一天生长。保罗呢是还有打破自己意义的人当中的一个人物呢，就是雅各。雅各呢是非常智慧的人，而且呢是非常奸诈的人。世上的有智慧的人当中呢，可以看到是比较奸诈、狡猾的。那么雅各呢，他是在世上呢是非常智慧的人。他用一碗红豆汤呢，就是夺取了哥哥的长子权。他住在舅舅拉班家，也是靠自己的智慧获得了许多的财物。那么他得到了哥哥的这长子权之后，自己呢得到了长子的祝福，但是那之后呢要与家族分离20年。那么他20年来呢这样付出辛苦的这努力呢，他知道在神面前呢会无用的，因为他怕他的哥哥然后逃跑的。那么他哥哥呢听说弟弟要回来，然后呢率领很多的军队到那儿去迎接。
其实要迎接自己的弟弟去，没有必要带那些一大批军队的，因为虽然是过了20年，但是呢，哥哥呢还是依然对这个弟弟呢带着不满的情绪，所以呢，他的原来呢是想抓这弟弟。所以呢，雅各的立场呢也是想自己呢。也会只能会失去的。20年来所辛苦而得的妻子、儿女、财物，连自己的生命，也会在一瞬间都会消失的。所以呢，他就是在神面前呢，恳切的祈求。那么在一瞬间，所有的富有还有妻子财务等等，这一切呢都会瞬间会消失的。所以呢，他领悟到世上的这知识奸诈狡猾的样子，还有这一切呢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呢，在神面前屈膝恳切祈求，当这样的时候呢，神就来帮助他。那么二十年来所积攒的这样的不满的情绪呢，就是在一夜之间都消失了。他破碎了自己的意，所以呢，他诚心来到他的哥哥面前的时候呢，神让主管他的哥哥的心，也融化了他哥哥的心。所以呢，哥哥呢也受感动，抱着弟弟就哭。即使是四面受敌，也不动用人的方法，而是在神面前去祈祷告，感动父神的心的时候呢，任何困难都能够得到解决。为了得着基督，我们要将自己的肉体的意念还有自己的意呢都当作粪土要离弃。得着基督，那么在那里面呢就会有无穷无尽的能力、权柄、名誉、富有、健康。但是在这罪恶灌满的时代，那么这人呢都有自己的固执，还有充满了自己的意，自认为自己对，认为自己是最好的，然后呢就向他人的行非礼，就是无礼的这样的行为。那么看婆媳之间有矛盾的家庭，还有夫妻之间有不和的这个家庭，丈夫、妻子、父母、儿女之间，还有上司和下属之间、朋友之间、国家之间，也都是一样，都是有充满了自己的意，不能听进去对方的话。就算是用真理来教导，各自呢都有自己的意，所以呢不能领受这些话语。如果自己里面有骄傲，有利己之心，就算是对他说再好的话语，也不能领悟。所以呢，就算是有很多的学识，当说真理的时候，要承认神，要谦卑自己，领受真理，接受真理的话语的话呢，就能够领到祝福。保罗说，把自己的一切呢都当作粪土，只是为了得着基督，因为遇见了最好的师父，所以呢，要离弃妨碍学习真理的这肉体的意念，将基督作为至宝，把真理呢成就在心。万民的有福的圣徒们，无论是在知识上富有能力、权柄上，其实是遇见了我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生命本身永生之路的天国的主人。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主，所以呢，我们要向我们的主学习受教，而且我们的万民是走主所走的路，而且我们也遇到了教导我们主的善与爱的牧者。我们通过牧者36年来呢学到了这样的真理，我们呢也是很想效法这样的牧者。为了这样呢，我们就要彻底的破碎在这地上所输入的这所有的一切肉体的意念，这样的话才能够成就主和牧者的善与爱，能够进入永远的家乡耶路撒冷。2010年悔改赎罪事件，主任牧师说，对于这些罪，说我犯了这样的罪，然后呢，在最后面呢还要写，主任牧师，我爱您，
说这样的告白。那么这个告白是谁的告白呢？是我们的告白。就算是犯罪行恶，那么牧者呢心怀我们，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仰望天国新耶路撒冷，而且呢也做这样的告白，而且呢我们也告白说我们爱牧者。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要以真理的话语为中心，要在这话语里面呢能够发现自己，改变自己，我们要更加奋力地向着耶路撒冷前进，成为蒙福的圣徒。要这样得着基督，就这样得着基督呢，我们就能够发现自身的真实模样，知道了在世上生活的自己的罪，也知道了什么是义，什么是光，要为什么而活，也知道了人生的目的，知道人从哪里来，为什么要生活在这地上，又要往哪里去。不是像世人所说的，从父母出生活到八九十岁，到了寿数就结束所有人生。是出生开始要学习有永远的生活，要仰望我们的真正的家乡而生活。因为有天国的盼望，所以呢能够抛弃这地上想拥有的享受的一切，只带着天国的盼望积累在天国。保罗是侍奉神的人，是在律法上毫无瑕疵的人，无论是世上的知识和环境，是拥有一切的非常富有的人。他非常自信自己是彻底遵守了律法，因为自己呢是义人，但是呢他遇见耶稣基督后呢，他领悟到了自己就是罪人中的罪魁。为什么遵守了律法却领悟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呢？律法上面呢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使徒保罗呢也是照此遵守。但是神真正所愿的意义是什么呢？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因为人类的恶，所以呢告诉人类呢不要报复，这个报复呢不要是过分的，是这样说。但是呢使徒保罗呢自己以为呢自己是遵照律法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呢遇见耶稣之后呢，他知道了这一切呢都是错误的。如果真正的信神，就会听神的声音，但是他呢是相信律法，所以呢不知道基督降世，而且呢还逼迫了信耶稣的人。不是遵照神的话语，神就一定会喜悦。那样做就是让离弃就离弃，让做就做，让遵守就遵守。不是说你这样完全的这样做了，那么神就喜悦。那样做呢是律法。那么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首先呢要心里有爱，如果没有，即使是没有爱呢也可以遵守律法，比如说让献十分之一也能够献十分之一，让遵守安息日也能够遵守，让传道也能够在自己的火热当中呢也能够去传道。这些律法呢是没有爱也能够做到的，但是呢神真正所愿的是牺牲服侍谦卑的这样的爱。在这样的爱里面遵守律法才可以，所以呢要以爱完全律法。没有爱的义是只遵守律法的话呢是与神无关的，说是按照话语生活，但心里呢没有神所愿的属灵的爱，那么就不是神的旨意，会成为遵守律法的人，而且呢因着律法呢会论断对方，定罪对方，还会出现这样的恶的样子。那么在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查看我们自身的样子，即使是献上礼拜祷告，献上各种献金也尽忠。如果查看自己没有属灵的爱，就能够领悟到自己的义不是神所愿的义，而是恶。使徒保罗
放羊的牧童和亚拿西面，这些人呢是知道耶稣基督的来临。这些人的心地是如何呢？圣经里面记录，他们是发自内心爱神的良善的人，不是遵守律法就能够遇见救世主，反而呢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拥有良善心灵的人呢，看到婴孩耶稣就认出他就是主的人。神的使者呢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如今呢也是同样，有许多神家的工人也有遇见神得蒙神的爱与神同行的人。相反，有些人呢说是寻找神却没能遇见神，反而呢这是诽谤遇见神的人。那么律法上的信仰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圣灵的感动感化。做过痛悔认罪的人呢会知道，不是我想痛悔认罪就能够做到的，要从上头临到圣灵的感动感化，这样才能够痛悔认罪。当得到圣灵的感动感化痛悔认罪的时候，罪才能够洗净，能够临到神的爱，得到神照神话语遵行的力量。大家也应该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就是当自己痛悔认罪的时候，就有神所赐给的恩典。我以前有这样的记忆，就是神赐给我恩典让我痛悔认罪，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后来呢我都哭的都感到很累了，无论是唱什么赞美呢都会痛悔认罪，唱充满了赞美也会痛悔认罪。我这样饿，我怎么能够乘上这天国列车？我是不是不能乘上这个天国列车进入仙路三郎？我这样的恶怎么能够进入呢？唱神的号筒声吹响的时候，在赞美的时候呢还会想，当号筒吹响的时候，我的名也要能够点我的名，但是我怎么会是这样恶？无论是唱充满的赞美还是蒙恩的赞美，就是从使徒信笺开始直到主导文，神赐给我恩典的时候，无论唱什么赞美或者是什么祷告都是非常感动，非常充满，而且就是这样能够痛悔认罪。这样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有的时候觉得哭着太累，然后我也说，父神呢，我这样哭太累了。那之后呢我就是能够有节制了，能够节制了。大家也会有这样的记忆的，自己恩典充满的时候，这样的感动充满的时候，没说周边的一个人，路过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劝勉自己，也能够抓住这一句话呢就痛悔认罪。现在也是这样痛悔认罪，也是抓住这个话语恳切做祷告吗？没有爱的意就是恶，那是我太恶了，发自内心的领悟然后流泪祷告吗？是这样吗？神赐给恩典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临到感动感化的时候才能够这样痛悔认罪。因为我们也是有灵魂肉，要如果动用这个魂的话呢也会哭的。看世上的人也是看电影或者是连续剧的时候，看一些感动的这个场面呢也会流泪的，但是我们也是因为有这魂的作用，所以呢也会流泪。但是呢发自内心的痛悔认罪的时候，痛悔认罪呢是要神所赐给恩典的时候才能够痛悔认罪。说我流了很多的眼泪，那么当能够流泪的时候呢就多多的流泪，因为不是说我难过叹息，或者是说我父神呢我太饿了，我怎么有这么多的饿呢，不是带着这样的叹息的心去流泪祷告。感谢父，我能够这样发现自己，我太感谢了，能够这样发现自己得以改变进入新路上了。如果流这样的幸福的眼泪，那么感恩的眼泪，我们父神也会赐给恩典，也会非常喜悦，而且心里呢也会临到平安。
大家要带着这样的感动，要得到这样的圣父神所赐给的感动充满。所以听话语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今天特别是周五二部赞美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想着这话语，赞美歌词要领悟，是这个尽心的献上赞美，每一句歌词都铭刻在心。我们父神有多么爱我们，赐给这样的歌词，要让我们一起进入耶路撒冷，我们一同感受这样的我们父神的心，我们牧者的善爱，这样感受领悟，然后呢献上周二部的祷告与赞美时间。希望大家呢今天二部的时候呢也能够特别的这样铭记今天我向大家所说的这话语呢献上神面前。那么在律法的行为呢，是神不让做的呢就不做，即使心里有罪，但是呢在表面上遵行律法呢就可以。保罗呢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呢，在遇见耶稣基督之前，还是抓信耶稣的人凌辱他们。这以神的意来看来的时候呢，无非是罪人，那么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旧约呢，分明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保罗是法利赛人，随从了旧约的律法，这不是理所当然吗？但是呢，从旧约的创世纪开始，仔细查看一下旧约里面记录的爱神蒙神恩的这个仆人和工人，并不只是行了律法。看亚伯拉罕，没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只是以饶恕和爱理解并寻求神的旨意。以利亚先知和摩西也是同样。那么大卫又是怎么样呢？看到他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他，要杀死他的时候，他呢也是饶恕了儿子亚撒龙，反而呢是爱他，而且呢他也是因着儿子的追杀呢，他的王位被夺，为了避开儿子呢要逃跑。这个儿子呢为了杀自己的父亲呢，却率领军队来追他。那么作为父亲呢，要这样的，要对这样的不孝之子呢发怒才行。但是呢他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反而呢让这些臣仆们呢不要杀死亚撒龙。那么约瑟又是如何呢？约瑟也是被他的哥哥卖，但是呢也是饶恕了他们的哥哥们。摩西又是如何呢？也是为了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在神面前为他们代求。虽然保罗和法利赛人也是不知道，但是呢保罗呢遇见耶稣基督之后呢，他也是将万神的都是当作有损的，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成为了传福音的人。有人用石头打呢他就挨打，为了传福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成了爱灵魂享受真正价值的人。所以呢他告白，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神，因信神而来的义。耶稣也是这样的。耶稣呢也没有任何过错，只是做了好事，医治疾病，赐给生命，给穷人传福音，反而呢被恶人抓，受鞭打，被吐唾沫，被脚踢，甚至呢被判为死刑，受各种侮辱，结果呢头戴荆棘冠冕，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却还祈求父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我们的牧者也是那样，大
代替犯许多罪的我们，牧者呢说是我没有教导好他们，是我错的，是我错了。牧者时常是这样为了我们在神面前祈求祷告，我们要报答这样的爱和恩典。斯蒂凡执事也是只教导真理，但是恶者呢却用石头把他打死。在面临死的时候，他屈膝在神面前祷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神所愿的义绝对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要连仇敌也要去爱，这就是神的旨意。遵照神的话语，要离弃各样的恶事，只要成就义就可以。所以有恨心的人要离弃恨心，有猜忌嫉妒的心呢就要离弃嫉妒，爱神理解包容就可以了。但遵照神的话语，让离弃的就离弃，让遵守的就守，让行的就去行，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成就心里的义。当成就心里的义的时候呢，神的义呢就会在种在我里面。我们从小时候开始呢就上学，那么我们也是需要老师，是为了能够更加学习更好的良好的教育，很好的知识。那么在这些老师当中，果然能够有几位真正的老师呢？真正的老师只有一位，只有一位神。人的义和神的义呢，是如果这样对照的话呢，就能够知道这会肉体的意念呢会与神为敌。那么看扫罗王，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代王，在他之前呢是由士师呢治理以色列。扫罗呢是便雅悯支派的人，身体呢比众民高过一头。为了寻找父亲所丢失的几头驴，他走过了各个山地。只看这些呢就能够知道他是忠实于所托付的使命，并且是孝敬父母的人。他被当时的撒母耳先知呢被告摇为王，统治以色列有40年。但是呢要那时候呢要立他为王的时候呢，他甚至是要躲起来的程度，是非常谦卑的人，并且听了基列雅比众人的请求，击败亚门人，得到了百姓的信赖，也可以知道他的爱国心。但是呢在要与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呢，撒母耳呢没有照着锁定的日期到来，百姓呢也离开他的情况下呢，扫罗就献上只有祭司长才可以献上的这燔祭，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呢追随自己的良心和贪心，背逆神的旨意，侵犯了祭司长的领域，受到了撒母耳的责备，却没有悔改，而是呢辩明找借口。还有让他灭尽亚玛利人的时候呢也没有顺从，而是升起了亚玛利王，还留下了上好的家畜没有灭绝。肉体的意念乘机而入，就掩灭了神，逐渐成为了奸诈的人。被神废弃后有魔鬼扰乱他，还有杀神所立的大卫，让他灭尽亚玛利人的时候，他只要顺从的话，神就会与他同在。但是呢他把好的呢就给留下来，而且呢还升起了王，问他为什么不顺从，他却说是为了给神献祭，所以呢把上好的牛羊都留下来了。不顺从呢都是出自于自己的意念。耶稣呢也是对门徒们说要下网打鱼，那就能够抓到很多的鱼，开鱼口的话呢就能够得到一分钱，就是让他交税。那么看门徒们呢都是阿门顺从，那么大家能够这样去做吗？为了牵那个驴来，是先付了这个钱吗？
내가뭐라고하고我要说什么呢？이런많은이유와会有很多的理由借口。그러나但是耶稣的门徒彼得和约翰呢，他们是只有顺从。耶稣呢是经常让彼得和约翰去做，但是他们呢都是很顺从的人。让他成为得人的渔夫，他就立刻顺从。因此呢，彼得和约翰呢是得到耶稣的爱，时常呢与耶稣同行。就是这样，为了顺服基督，就要彻底的打破肉体的意念。我们出信徒的时候，也是我们受教要守安息日，那时候大家是怎样领受的呢？礼拜天做买卖会生意非常好，礼拜天要关店铺的门的话，就觉得是有会在经济上会吃亏，有这样肉体的意念。但是呢，不断的听神的话语，一个一个的去顺从，要遵守主日，那样的话平心里呢也会平安，而且呢信心也会成长。遵守神的这话语十诫命，那么就拥有了天国的盼望，也拥有更大的信心。而且呢，在六天当中得到的祝福是更大，事业上、工作上都得到祝福，家庭呢也得到万事亨通的祝福，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但是呢，只是求眼前的利益的人，而且不顺从的人呢，好像是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呢，这钱呢很快都会消失的，因为神不保守，所以呢会被盗贼偷去，或者是有遇到各种各样的试探患难，或者是遇到疾病，所以呢这些钱呢也都花出去了。为被神的旨意而生活，那么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而且遇到一些事情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有疾病的时候呢，才举起双手来到神面前，这样的人呢也比较多。有些人呢是因为自尊心也不能悔改，做错了呢也不能祈求，不要这样的掩面，就是遮掩这些。육신의정욕안목의정욕眼目的情欲，今生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从哪里而来呢？不是从神而来的，是从世界而来的，从魔鬼而来。随从肉体的意念，那么就会更加远离神，就会陷入世界，会遇到各种试探患难，甚至呢会走向死亡之路、灭亡之路。要走神的正道就可以了。正道是什么呢？就是要离弃各样的恶事，成就善。我里面有恨心、争吵、猜忌、嫉妒，那么就会通过这些呢，通过这些意念呢，就撒旦就会做工。那么看创世纪三章里面，让蛇终身吃土，属灵上说的话，这个土呢就是人，就是让他们吃人而生活。那么遵照神的旨意而生活的人呢，仇敌魔鬼撒旦呢是绝对不会控告的，不能成为撒旦的食物。如果自己里面还有肉，那么就会成为撒旦的食物。如果自己里面没有恶，没有肉体的意念，那么也不能受撒旦的作供。如果真理里临到心里面只有真理，那么圣灵会主管我们的心。但是心里面有非真理的话呢，那么自己眼看的这一切呢，就是通过意念，然后因为有这样的恨心，那么就会有这样的行为行出来，与这个意念结合，然后会用行为行出来。我里面的这个恶呢都要彻底的离弃，而且呢要领受圣灵，聆听圣灵的声音，得到引导。神也是熬炼约瑟，让他能够更加合乎神的心意。那么希望大家也能够通过今天的话，也能够发现自己。约瑟的意呢，是他看到了哥哥的过错，然后呢就向父亲告状，
认为自己在真理里面是非常义的人，那么通过今天的话语呢，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发现自己。他呢看到哥哥的错呢，他就是向父亲告状，他认为自己这样去做是非常义的行为，他是不喜欢哥哥们行不法的行为，但是呢他呢是刺伤了对方，所以呢哥哥们呢就是开始嫉妒约瑟，就恨他，因为他没有智慧，所以呢与哥哥不和睦，而呢被哥哥们呢卖为奴仆。就算是他的意是对的，如果是激怒了对方的这个情绪或者是恶的话，那么用这样的心指责对方，就会临到这种灾祸。斯蒂凡执事也是那样的，结果呢他是被石头打死。那么耶稣呢向很多的人劝勉责备，也是说毒蛇的种类也这样呼喊，但是当他躲避的时候呢，该躲的时候就去躲，该逃的时候就逃，也避开了那些恶者。但是并不是说斯蒂凡执事他做的不好，其实他也能够得到更大的智慧，也能够躲开避开，但是他真的是在神面前是个义人，是充满爱的人，在天国里呢也是进入荣耀之地。约瑟也是不懂得，是不知道智慧的方法，要在和睦当中成就神的义才可以，他不知道这个方法。但是呢他是非常正直的，是一个很好的器皿，神也知道他会破碎自己，所以呢也是允许了让他被卖为奴仆。知晓这一切的神让一切呢都互相效力。在耶稣在这个约瑟被卖的地方呢，他呢也是信神，也是遵守神的道，没有陷在罪恶中。他没有追求世人所追求的那种幸福，而是依靠了父神，神用神的方法熬炼他，并且也赐福他。约瑟呢被卖为埃及，他在埃及王法老王的这个会长波提乏的家，成为他的波提乏的仆人。看到他主人的妻子呢，看到他长得也是非常帅，就是诱惑他。但是如果约瑟的心里呢有贪心、贪欲、奸淫、不义的心的话呢，就会妥协。但是正直的约瑟呢，他是走正道，所以呢，他也是被冤枉下在监里。牧者呢也是因为走正道，有的时候呢是会被冤枉，但是呢即使是那样，也是父神会赐给很大的祝福。我们都是看到了，如果牧者不走正道，如果是与不义妥协，那时候呢以前呢也不会被牧师职不会被免职的啊，免职罢职免职，但是呢他只是追守正道，那么父神呢就是与牧者同在，更加赐福他，能够成就我们现在的这个万民祭坛。世上的人呢是会与妥协的，于是不易妥协，大部分的人呢都是与不易妥协，为了求自己的益处呢，眼前的益处呢，与不易妥协。走正道，即使是不是对自己有益处，或者是哪怕是下入监狱，那么也要遵守神的这个正道。约瑟呢就是这样，即使是被下在监里，他也是遵守了他的这个义，即使他陷入了非常惨淡的那种情况当中，他也是不变的依靠神。神呢就让他解梦，
结果呢，他从监狱里出来，而且呢，也是为法老解梦，而且救了国家，成了埃及的宰相。约瑟呢，没有动用肉体的意念，也没有悲伤，没有与不义妥协，遵守神的意，结果呢，成为得胜的人。通过熬炼，他也是破碎了自己的意。可以看到，他得到这样的极大的权柄，神是怎样带领他，怎样做工的。服从基督，就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顺服了基督，不动用意念，要以适合阿门来顺从。大家是要选择义，还是要选择自己的眼前的益处呢？那么神所愿的义，神所愿的真理，神所愿的善，希望大家能够这样选择这些，成为蒙福的人。听到神的话语呢，能够知道神的心，领悟到神的话语，这样 要这样去遵行，不要左右去衡量，不要动用肉体的意念，只要顺从神的话语就可以。当那样的时候，我们的父神会同在，会做工，不是说知道就能够去行，要做祷告才能够去遵行，要献上如火般的祷告，得到圣灵的充满。结论，使徒保罗是具备了人所追求的一切，但是呢，他以主耶稣为至宝，所以呢，能把一切呢都当作粪土，发现了耶稣基督里的义，并且呢，知道了自己不是义人。现在的义呢，也不是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在大家遇见神之前，认为自己是对的，听真理的话语之后，就能够知道自己是非常恶，是罪人。当我们遇到试验患难的时候，我们心中总会有求自己益处的贪心，所以呢，不符合自己的心，自己的益处就会因此而忧虑，并且呢，会嫉妒，遭受痛苦。但是神是说什么呢？说让我们喜乐、祷告、感恩。如果动用肉体的意念，遇到试验患难，有很多的忧虑担心，没有一个喜乐的事情，会没有感恩的事情。但是呢，大家要怎样去做呢？要像这话一样，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要这样去遵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而且呢，也是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是光。那么忧虑担心呢，是黑暗。光临到黑暗，当然就会退去。就是这样，有真理的公式，希望大家也能够带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我的心里面的这个情绪、不满的心、论断、定罪，这样的时候要以真理来对照，要去遵行，要以真理的话语击退黑暗，那么神就会做工。忧虑担心呢，有他人所给带来的，也有自己做错而来的这个忧虑担心。但是呢，只要行义，成为义人，那么即使是任何情况，神都会阻止，而且呢，也会解决，也会赐给解决的方法。所以呢，不要与肉体征战，要聆听圣灵的声音而行。将一切都是服从基督，成为这样的人，并且能够得到神所赐给的奖赏，成为万民的蒙福的圣徒，聆听圣灵的声音，在真理里面离弃各样的恶事，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就能够临到神所赐的智慧和明哲。
就像是我们的主一样，像牧者一样，只以是和阿门来顺从。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大大的成就神的事工，会灵魂兴盛，并且呢得到神的爱，得到祝福，得到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的祝福。我们万民的蒙福的圣徒要像今天的话语一样，要顺服基督，成为这样，要过这样的信仰生活。肉体的意念、肉体的事都要离弃，要彻底的发现并且离弃，完全能够以真理得以改变，成为我们牧者的美好的果子，成为这样的蒙福的万民圣徒。思考今天的话，一同来做祷告。아버지하나님은혜와사랑에감사드립니다이시간에그리스도께복종케하라라고하시는말씀을통하여서우리가은혜를나눴습니다그말씀은우리의육신의생각곧내안의악으로인해서내안의죄로인해서상대를판단하며정죄하며악한생각과악한마음을이루는것들을우리가회개하며돌이킬수있는귀한시간되게하여주옵소서우리안의육신의일들을벗어버리고오직진리의하나님말씀으로나를대입시키며성령의음성과주관과인도를받아나감으로내안에오직선과사랑으로가득채워나갈수있는우리의모습들이되게하여주시옵소서그러므로진정목자님의귀한열매아름다운열매세루살렘갈수있는축복의성도들이되어질수있도록축복으로함께하여주시옵소서옵소서감사하며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의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영상을통하여당장님의환자를위한통과影像接受主任牧师为患者做祷告有疼痛之处或有患部的人请把手放在疼痛之处或患部没有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为心愿凭信心接受祷告마음의소원을위해믿음으로기도받으시기바랍니다할렐루야전능慈爱的父神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他为时空做工在极限电视观众之上通过印度和屏幕接受祷告的支教会支撑殿以及全世界的儿女们之上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并迷失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每根骨节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仇敌魔鬼撒旦一切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光啊进入吧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顽症焚烧殆尽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击退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都不能进入求父保守也求父时肺胃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皮肤病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炎症也得到痊愈也就腹食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也得以健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的一切疼痛都消失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精神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退去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得以释放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得到愈合烧伤烫伤得以痊愈火毒都退去热气也退去아버지흉터도나지않게역사해주시기를원합니다마약을비롯하여각종약물과독극물중독도父啊求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物中毒也得以洁净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死人也复生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得到怀胎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命令仇敌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邪灵都退去他的差役也退去吧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假诡诈的灵以及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松开一切凶恶的绳黑暗退去吧光啊进入吧
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离弃罪恶成为圣洁的能力，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福音化。祝福您的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难中得蒙保守，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用圣灵的火原天兵天使诸火焰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的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祝福您的儿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阿爸父，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阿门。涙の中おられ主、愛の主、それは命与える救いの主。